Hello， 大家好，我是 Mrs. E。 我们在开往西雅图的路上，我和 Mr. E 原本在车里已经录好了向大家问好和感谢大家的话，但是我俩叽里呱啦说完一通，摄影师就是我本人发现没有按那个录影键，所以去西雅图的这个开场就没有了。我现在在波特兰给大家补上吧。关于老店火灾进展的视频我发了几期，然后我和 Mr. E 都看了大家的留言，我俩都觉得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一般。鼓励温暖的话就不多说了哈，就是让我们看了以后瞬间有在冬季泡温泉的感觉。除此以外呢，大家有直接要地址捐货品的，有要 GoFundMe 网址要捐钱的，有成功开店经验小姐姐直接发来开店秘籍的，还有热心给出主意的，谢谢大家，特别特别的感谢。有一位朋友他的思路特别好，他启发我们说是不是有想过不要再做实体了，因为现在社会跟30年前不一样了，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毕竟不年轻了嘛。那么这场大火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命运安排的感觉呢？这个其实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大火发生以后呢，我第一反应是替 Mr. E 难过，因为那是他25年的时间精力心思和罩住朋友们的护身点。那么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和那位朋友是一样的，就是隐隐约约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可能是冥冥中的安排啊？这个会不会是我和 Mr. E 还有那些在他翅膀下被保护的好好的这个伙计们的命运的转折点呢？但是火灾之后的事态发展太快了，很多事情容不得我们有时间想清楚，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后续事态的发展呢？我觉得就俩字儿。人脉。 Mr. E 的人脉关系出奇的好，几十年的店铺经营呢，让他拥有了很多的回头客呀，还有超稳定的供货商，还有拍卖行的固定摊位。那么还有几十年的他的这个乐队经营，也让他拥有了很多音乐界的朋友们。那大家请看这位搓板叔，他是 Mr. E 店里年纪最大的伙计保罗桑。他是美国60年代出产的原生态古董级嬉皮士，以后我有时间再给大家讲讲美国嬉皮士，他们也分出产年代，有的是真宝贝，有的是真渣子。60年代那批处女级别的嬉皮士呢，他们绝对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宝藏。这位大哥呢，生性纯良，自己以前也经营一家古董店，一直干到房租高于了利润，才加入了 Mr. E 的队伍。他们也是靠音乐结的缘分。那么这场大火呢 ，Mr. E。没想好要做什么的时候，平时很少说话的80岁的保罗桑开口说话了。他说，我80岁了，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呢，你 Mr. E 要是愿意接着干，爷我这儿有的是 inventory。 说罢就带着 Mr. E 去了他的终生宝藏库。在美国，很多人会租这种 storage unit， 把平时不太用的但是又不愿意断离舍的东西暂时存放在这个可以租用的公用空间。 Mr. E 去扫了一眼，就发现了几类宝贝。 Detective Comic Magazine 这类1950几年代的幻想英雄类杂志，市场上可以炒到2000刀。这种1900几年的虎橡木书柜卖个1200刀很轻松。还有各种铁皮玩具，别看这只青蛙破破烂烂的，它其实深受德裔美国人的喜爱，这个代表了他们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童年。我这是等女儿下课等饿了，我来附近超市买了点零食，卡塔给 potato 薯片儿。说哪了？哦，对， Mr. E 刚痛失大批的库存，结果见到了保罗桑那三个装的满满的很有价值的库存，瞬间他就精神了。你说咱中国人就讲究做事儿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吧？那现在 Mr. E 他有了货源，还有那个等待他去签约的新店铺，应该问题不大。那接下来就是人和了。那说到人和，真的挺硬的。那说到人和，我就还得再重新说到我对美国音乐人的理解哈。还得开回去，开回去接着说。我认识 Mr. E 以后才开始关注美国民间音乐人的。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啊，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音乐爱好和梦想，他们就开始组建乐队、经营乐队，甚至穿梭于各种不同的乐队之间跑龙套、赶场替补，忙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就纳闷啊，这得挣多少钱呀，这么不亦乐乎的。后来发现呢，这种赶场酒吧、餐厅的乐队音乐人呢，
他们也是看天吃饭的，和那些真正的能跟唱片公司签合同的明星歌星是不能比的，他们都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刨食，挣的都是零花钱。所以呢 Mr. E 的那些个几十年的音乐人朋友们也都凭着自己各自的额外的手艺开了有乐器店呀、修车铺啊、印刷厂啊，反正是五花八门的活计。那如今 Mr. E 有难，那是四面八方的援手全都伸出来了。那这些手里有的有资源，有的有现金，有的有更多的人脉。所以呢，我这次真的是眼睁睁看着 Mr. E 是在被这些手推着往前走。我开始在想，有人脉是好事儿哈，可是这种时候人脉好好像也是双刃剑，因为他不会等待你会认真思考以后去再做某种决定，而是店铺现成的、现金现成的、人脉现成的、资源现成的，那你这是干还是不干？好像在 Mr. E 看来，他如果不接着干的话，好像就有点对不起这些朋友。我们到西雅图啦，这秋天吧，出来透口气，散个心，看着满眼的金黄，真的是件很舒服很舒服的事情。 Mr. E 现在在车里用手机 APP 来支付停车费，这个停车 APP 呀，每个大城市都不一样。我们在波特兰的时候用的是 Parking Kitty， 去芝加哥的时候用的是 Park Chicago， 在西雅图呢，我们又得下载一个叫做 Pay by Phone， 在 APP 里面输入停车区号和自己的车牌号，然后再选择停车时间就好了。我们这次来呢，除了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一方面 Mr. E 来这附近还要提一个他看中的货品，所以呢，我就在 Airbnb 上找到了一个适合逛吃逛吃又离他提货地点比较近的小公寓，就在 Belltown 的位置，西雅图的市中心。由于疫情外加非周末，这个房价居然只要半价，一室一厅的房间一晚只要$90，但是清洁费要$100多，还有$40多的税金。This one. Let's go. 这个房间我订了2晚，既来之则安之吧，花钱买个暂时的清静。We're supposed to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6th. Yeah, we need to turn left. 我们一起进来看看西雅图市中心的小公寓长什么样子吧。Yeah, here's our home in Seattle. Here's a bedroom, a little plant, a TV, and a little balcony. Fancy schmancy. Yeah. And really hunky dory.Vacuum machine. That one. Nice. Oh, here is the key. Beautiful. Okay. Here is a little TV in our little bedroom and a fan. And view. The view looks pretty good. Yeah, this is pretty hunky-dory. An abstract picture. And here is the... D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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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kay. I like this. You like extra pillows? You like what? I like this. We're here for 2 nights for how much? About $300 all together? Yeah, I guess so. Yeah, I paid for $300. Well, I would imagine that a room like this. Ooh, look at that. Yeah. Yeah, we love this one. Used to from Costco. I mean, that's like half of what I would expect to pay for something like this.Actually, the price isn't half. We have half price discount. Yeah, you've got a full laundry. Yeah. Both of these are still. Oh, I don't know if we can have this. Yes, it says fully. For free? Yeah. Yay! Fully stocked refrigerator. Yeah. Yeah. Yearly, we don't afford for that. Soda water. Right. And toaster. Don't mind. I don't mind. Go ahead.Okay, 锅巴瓢盆啥啥都有。这边下来洗碗机，嘟嘟。清洁用品。Gas utensils? Sure, of course. Pizza cutter. Yeah, American.
Americans love eating pizza. Okay, more measure stuff. And a stove. And an oven. It looks pretty clean. And here he is. Uh-oh, it's stuck. Oh, maybe from here first and then still stuck. Oh, wow, look at that. So it's not pulled directly. Have to hold this handle and pull it on the left and open it. Ta-da! It's a kitchen towel and some magazine. Oh my lord, there's so many magazines. And here is the laundry set. Pretty neat. Knock knock. Anybody taking shower? No. 这还都是很标准的洗手间的配置。Zing.现在 Mr. E 接到的这通电话是新店铺房主打来的，说我们的背景调查和信用调查都结束了，最终他决定租给我们，我们两天后回去就可以签合同了。同时呢，还说要给我们第一年便宜$20,000的租金，但是所有搬入前的店内小毛病需要我们自己来维修。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啊，一般店主能让$10,000的租金让租客简单拾到一下店面再搬入就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让$20,000这店铺是不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呢？而且我们还没有进店仔细查看水电和供热系统，我就觉得不对。但是和 Mr. E 说吧，他就是已经是欣喜盖过了疑虑。他还跟我说他之前租过3次不同的店铺，他见过很糟糕的状况，但是最后呢都顺利解决了，让我不要多想，然后就特别开心的带我去提货了。那不多想就不多想呗，我也不想我的多虑症毁了我们的小家。哎，再次感谢我女儿学校的露营活动给了我和 Mr. E 这个及时的假期。这个就是 Mr. E 提的货了，他的暴力产品之一 Pinball Machine 弹球机。因为 Mr. E 懂得维修技术和市场需求，所以透露给大家这种产品的利润$200购入，经过 Mr. E 的神手修理可以$1,500卖出去。所以呢，我多少也理解 Mr. E 开店进货维修卖货这个过程他的快乐感来源。因为晚上我们要把车停在路边，为了安全我们需要把这个弹球机给盖好。 Oh, that one is so cool. The football scene over there. Baseball, honey. Oh, baseball. Maggie says she likes the football scene. Baseball. I saw it. 提货区呢，因为在 Ballard 这边， Mr. E 知道这里有很好吃的墨西哥牛肉 taco 餐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劫后余生吧。那么这家最有名的是豆科灌木烧烤 Mesquite Grilled Meat， 还有他们家的 Homemade Tortilla， 就是自己做的那种卷饼。我们没有预约，就只能坐吧台上凑合。Mr. E 呢，怕我无聊，给不能喝酒的我点了一个没有酒精的 Virgin Margarita。生活有时苦涩呀，需要加点盐。齁着的时候呢，再喝点甜甜的，让自己平衡一下吧。I thought I ordered taco, right? Yeah. Oh, but they serve a taco to you, and we can share this one. So you take some of this, put that in there. Okay. This is a tortilla, right? 这个就是他们家鼎鼎有名的自制小卷饼。这个是他家特色烤牛肉塔口，三成熟，吃饱了回房间给大家演戏去。You have that list? Where is it? In my mind. Okay. So you're going to ask the questions, and I'm going to answer, and I'm going to go, "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All right. Okay. So let me explain to our audience, Mr. E. We have an audience. Hi. Hello.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thank to our subscribers. They totally encourage and support us in all different kind of ways. Okay, 谢谢。
Yeah,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尤其在这么 hard situation. Yeah. Okay. So, 是的。今天呢，我们会用Mr. E 之前商铺经常会遇到的好玩的 customer， 就是那些客人的问题，来 interview 一下 Mr. E， 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OK， 我们总结了大概有六个还是七个有意思的问题from the old customers. OK, so are you ready? Ding dong! Ding dong? I don't have a bell. That means, yes, you do. I do now. 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Oh, is your dog bite? No, lady, I just keep Cujo here just for a pet. All right.Cujo 是根据 Stephen King 的同名小说拍的恐怖电影，主角呢是一个杀人噬主的恶犬。可是我们家 Barney 那可是憨厚温和的好狗狗，这样的问题让 Mr. E 很崩溃。And how much is that cat? Well, the cat is not for sale. In fact, the cat has been dead for 2 years, so there is no cat. Really? Really? There's a ghost?客人们经常开玩笑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只在店里面陪了 Mr. E 22年的传奇猫物 Tommy。因为太有名，无法被客人们忘怀，所以我们新店的招牌就把招财猫 Tommy 直接挂出。我们永远爱你哦 ，Tommy。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Okay, so I'm here actually looking for a special tool.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can cut the lock off the bicycle. Oh, you mean a bolt cutter? Oh yeah, bolt cutter. Do you have any? Yeah, I got a bolt cutter. How much is it? Well, it's $25. Okay, that's kind of expensive for me. Oh, by the way, are you guys buying bicycles? Not from you, Paco. 哎，我刚才演的是个贼。那个贼进到他的店里以后呢，先要买那种偷车，就是把那个锁给解掉的那个工具，切断的那个工具，然后紧接着又会问他们要不要收购自己的车。And then the bicycle goes. 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What the holy holy? I cannot say the words. Come on, I'm a good girl. Well, you could go holy crap.Holy crap is a good word? It's not as bad as holy sh... Can we just change something? Holy、else? Poop?、Holy... Holy mama. Okay. Holy kitty. Holy kazoozas. Okay. All right. Wow, look at the holy kazoozas. Okay. And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ose things? Dead people. That's true.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I'm out of the question. Okay, good. How about shopping and spending some money then? Oka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y. Sounds like something I would make. Yeah, exactly. Thank you for the coffee. You're welcome.西雅图第二天一早，我和 Mr. E 吃过早餐后呢，原本打算继续放松心情去水族馆转一转的，因为大家看这个天气也不给力嘛，室内看看鱼群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昨晚停的车了。昨晚我们从 Baller 回来大概10点钟左右吧，我们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停车位，所以就停到了一个距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我们还用停车软件交了停车费，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车了。What's the number? It's 868 something. It's 7. Yeah, really far there. There? Where's the car? Really? Oh, a car got towed. But it says we need to pay.A night, right? We did it. Yeah, but there's a sign that says no parking between 6 a.m. and 9 a.m. 给大家福利一个电话号码吧，在西雅图找不到车了，打这个电话。
还有平时停车一定注意小字儿，小字儿。我们是在不合适的时间停在了公交车的位子上，黑灯瞎火的，又没有瞧见小字儿，所以托你没商量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给 Mr. E 叫了 Uber， 花了$300的赎车费后，我们又开心地坐回车里了。啊，我们交了罚金为什么开心啊？因为车是被拖走的，又不是被偷走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吧。嗯，我要去那里。本来呢，我和 Mr. E 是想来水族馆散散心放松一下的，可是呢，当我们看到了这只百无聊赖的海狮，瞬间就觉得心情不太好了。表面上看上去啊，这只海狮它也有大 house， 吃用不愁，可是这种原地打转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 Mr. E 一把年纪了，还有重新开店的动力，这不仅仅来源于他的人脉动力，他自己的内心也有浑厚的驱使力。他不想做这只海狮，对老物件的收集和研究的爱好，向客人讲述老物件的历史故事，对未知的继续学习和不断的收获友情，驱使着他去更大的水域继续扑腾。Ding dong! Wait, no, you say ding dong. Oh, ding dong! Hello, welcome to Really Good Stuff. What can I do for you today? Is this lunch dessert?